怎么了？这东子到现在也没个人影，我院里院外我都找遍了。什么？孩子去哪儿？到现在还没回来？是啊，这孩子是该管管了。你别着急，来，先进屋帮妈把药熬上啊，回头我再去找找。这孩子去哪儿了？你说。喂，爸爸，我今天过来。一大清早上哪儿去了？啊，四处找找不着，把你妈急成什么样了？我没事啊。还嘴硬。没出完一天不着家，说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去柳河。柳河？这大冷的天你去柳河干什么？你啊啊！路那么远，山又那么陡，水那么急的，你说你一个牙子家出了事儿怎么办呢？你这孩子真是淘气都淘出格来了，你真不懂事。我没好事，我去给奶奶抓鱼去了。东子。我听你们说我没钱给奶奶买一熬汤，要把妈妈的手镯当掉，不想让你们当手镯，就趁你们睡觉把手镯藏起来了。这是外婆留给你的，你就别当了行吗？好儿子，妈错怪你。今天白天呢，我去罗麻子家找东子时，你看罗麻子那个样啊，他硬说是咱们家东子把他们家胖仔给拐带坏的。明明是胖仔自个儿招惹胡汉三家的狗，让狗给咬了，硬说是东子撺掇的，什么人啊？罗麻子就那样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我呀，我就是看不惯他那样。他还说什么，要是东子再撺掇胖仔惹是生非，他就对我不客气啊！你说一个大男人这样说话，他就不嫌害臊？我们东子才不稀罕带来他们家儿子，跟我们孩子玩的孩子多的是。哎，这平时咱们家都是你虎着脸训孩子。今天怎么反过来倒护着了啊？再说人罗麻子说的也不是全错，上次接胡汉三他们家房瓦，不就是咱东子带头干的吗？哎呀，那用着罗麻子啊来教训你的儿子？儿子是我养的，我怎么打怎么骂都行，别人啊别想碰他一手指头，就是说他几句，我这心里都有气。你呀，真是个女人家。哦，对了，那个胖仔让狗给咬了，秀虎肯定心疼坏了吧？罗麻子说你的时候，没跟着帮腔吧他？这秀姑啊，和罗麻子虽说是夫妻，哎，可秀姑和她男人可不是一路人，讲理得很。秀姑还说了，砸胡家大狼狗这件事儿啊，甭管是谁撺掇的，都没错。胡汉三横行霸道，连他们家的狗都狗仗人势，砸死了都活该。秀姑说的对啊，这胡汉三实在是……秀姑啊，这辈子嫁了这么个男人，也够她受的。
你想什么呢？哦，这年关马上就到了，胡万三又要收田租了，我得想办法怎么把这事儿应付过去。老爷，这是潘行一家欠下的田租，请您过目。欠了这么多，嗯，哼，今年该跟他好好算了，不能像去年一样，让这个大胆的刁民抗租不交。爹，回来了，老爷在堂屋等着你呢。老爷，大头，事情办得怎么样啊？老爷，顺风顺水，钱都办好了。梁商们怎么说啊？他们答应，等咱们收完这帮泥腿子的田租，就来柳溪购粮。嗯，还来拿了一大笔定银。哦。哎呀，看来今年的粮米行情是上涨啊！啊，听说是给围剿赤匪的中央军筹备的。哦，看来销路是不成问题啊，关键是咱们怎么样让这帮穷鬼们按时把年租交上来，这可是一件头疼的大事啊。老爷是担心潘兴一股东闹事儿？这个刁民浑身都长着反骨，就连他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也敢跟我作对，不想法子把这个绊脚石搬掉，年关收租又不知道闹出什么事儿来呀。是得提防着点啊。老爷，依我看，不等年关，咱就先把这小子抓进牢里，看他怎么闹事儿。你这个办法我不是没想过。这小子打小跟山里的野道士练功习武，刀不离身，耍起大刀来几步之内无人靠近，只有一枪崩了他。可是这样一来，这事情就闹大了，穷鬼们要是联合起来闹事，咱们的田租不就泡了汤了？